代谢力差糖尿病跟着来，这三种食物加速代谢。代谢力是维持身体正常运作的重要指标，现代人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常导致代谢力下降，于是引发各种文明病，如肥胖、糖尿病、高血压等。提升代谢力，除了注意饮食和运动外，可以多吃三种食物促进代谢。一、地瓜叶，富含膳食纤维，吃下肚可以增加饱足感，且可促进肠胃蠕动，预防便秘，排除宿便。二、韭菜，富含维生素 B1， 参与体内糖分代谢，可维持体内正常代谢，避免糖分无法顺利被代谢而变得更疲劳。三、茄子，紫色外皮富含多酚类化合物，可以抗自由基，避免细胞受到伤害。另有研究指出，茄子富含的绿原酸可以降低肠道吸收糖分的速度，延缓餐后血糖上升速度，在调控血糖的同时也有助于减重。没有最健康，只会更健康。快上华人健康网接收更多健康资讯。